我们有请我们2021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蓝白国出场。蓝白国他派出两位非常优秀的选手，谢谢。首先我们第一项项目是举重比赛，我们有请蓝白国的选手谢以彤出场。谢以彤呢在记录里面呢他是可以举300公斤，好，他已经在场上了，可以准备了，准备。哇，他已经举上了300公斤，非常好，他应该会这本届的冠军。OK， 现在我们有请举重冠军谢以彤登场，他是本届的冠军，而且他可以得到一个金奖牌，他已经在这个讲台上了。哇！啊，跑两圈。哇！厉害，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。接下来是女子骑脚车比赛，代表蓝白国的谢以恩已经准备就绪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谢以恩还是遥遥领先，他可能是这一届的冠军，他也是一直在领先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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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先。好，他就快要冲入终点了，他就快要冲入终点了，哦，他已经做最后一个终点了，他继续已经是冠军。接下来要颁发女子骑脚车比赛冠军，冠军得主是蓝白国的谢以恩，有请谢以恩到我们的领奖台。这次大会主席由大会主席颁发给谢以恩，谢以恩将会是我们这一届的冠军，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，第一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谢以恩。我是谢以彤。我们是谢家姐妹花。欢迎来到我们谢家，谢家姐妹花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代表